陈心并肩作战，暴锤武魂殿六名巅峰斗罗。金鳄斗罗，刚才忘了告诉你，我姓唐，名昊，封号昊天，是昊天宗这一代的昊天斗罗。千寻疾当初就是被我重创后吐血而亡，记得那个时候他的魂力已经达到了95级，而我才刚刚进入封号斗罗境界。你说什么？你就是唐昊？20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当初那个让武魂殿震动的昊天斗罗竟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。想要为千寻疾报仇，你还不行，叫千道流来。小三，你记住，就算战死也绝不能倒下。说完，唐昊向身边的剑斗罗陈心点点头，我们走，看谁敢追过来。唐昊与剑斗罗陈心同时腾身而起，带着唐三一起直奔天斗帝国大军而去。